出去。饿吗？昨天他爷爷拿的那个鸭肉啥来，今天有厨师来，来弄。厨师还吃不上，不上。不敢我们说蔬菜是不好吃的，刘姐说的好吃。这个给他洗个澡，晚上洗洗回来了，小哥哥都给他拿来洗个澡才别洗，这个娃儿就是。是的。我找着红牛弄了，那边给检查哈。可能他是不得行吗？还是什么的？这个药吃了来，还是拉肚子。这样子啊，他那个肠子长了两个东西，我就一个七个啊，那个你是跟不停的七牛，东西是吧？在七个，你是七牛，我这儿在五块钱，你说的啥子？七个，什么？七个，那个肠子长了吗？我就是不懂的，那是啥子？他说的是长了两个，七个东西就是引起他的那个就是拉肚子。有些人喉咙那边长出嘛，跟人家别的，啊，就是跟那个就是点个病，他就是身边人你是啥呀？我说等他放下了来，再弄去给检查，他看得幸福老师。如果有啥子大事儿，你看他弄就烧了就烧了，因为就病不严重了，那不是。他声音又不是说感冒啊，意思就沙哑的，他还老是说。啥子声音？你是沙哑嘛？这个娃儿是一直生出来就这样那样，做得很。哎，就下班了哦。下班，娃儿你回去了，我就是早晨点点才叫。哎，这边大的都。他不来吃的。他不运动啊？他晚上是回去干了。他回来不啥不吃饭，但是他就是那个。他随便吃了点儿的。他是5点钟吃饭回来呀、啊。吃了再回来。哎，吃了饭回来。在这里乖乖的睡着，我们在里头弄嘎嘎吃。他拌的炒这个啊也好吃哈。好，拌的就是拌的。上次刘老师烧的样子，我觉得好吃的很。我回去了，我就喊我老汉煮好吃的。但是不用喊我们那个老的小的，我们回去这些都弄好吃的等着我们。我们那个老的肯定有点心情。好得很啊！你电话说的，反正。吃完了。啊，我还吃完呢。你在？你今天回来吗？哎，那就说的，你们回来啊，我都热闹点吃饭，都十多点钟。他说的，你们回来搬了就高兴，他说的，我说。好了我抱得到了，现在我是大姐姐了，都说我。哦，那就挺好的。好的，已经忘记了，大人都玩儿一样。好的。哎呀，你现在这些游戏路给你摆一下，谢谢小朋友送过。你是小朋友在摆吗？然后老师送过，昨天回来真搞笑。他昨天刘老师说，喊我菜我都背书去。啊？他说。他背书去，回来，他说没发书，他回来背去给。你说不是拿不来呀？不是的，他肯定是想的，我有书，但是学校没有发，不想送回来，我头背又不好意思说的，他就是不老实弄，小花的很。哎呀！咋过了？哎呦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不一样，你看这起来就悄悄的嘛。你看妈妈在做啥子啊？你看妈妈在剥板栗。剥板栗。那你长大了就吃板栗哈，你看姐姐都爱吃的很。妈妈在剥板栗。
有点老粉丝都晓得哈，刘雪是朋友，好朋友，都笑死我了。我看了那个评论们，刘雪是他的爷嫂嘛，都说的。我还没得资格的，还没得资格，还没去考那个证，主要是个。哎呀，考了我们家的证就算了。我就来考你是哪个证就算了。管了，评区根本不要，就是管的来说啥子，个人做好自己就行了，随便来说啥子。你讲这个，我这几天一些网友说，那些老妹儿是笑我笑得很，就说我三个女。哎呦，还笑那个学校啊，啊学校的。三哎呦，他说的，你怎么从三个女啊？你才生两个嘛，五朵金花的很。不要那种，那以后以前的七朵金花都多，七姊妹提出的很。那些老的就说，哎呦，你说我生三个女的，生三个女咋气？我一提了就笑我。哎呀，今年没有看到他背娃儿来接娃儿了都。三岁跟小苹果一样的，给学校都说好了。哦，对，这个都上幼儿园了就发了。哦，你先睡着哈。我就把板栗放来烧几点油再来包你哈。没有。再放下去就可以了。又可以来玩儿些，可以吃。没有。你看吃了这包，出来总是高的。吃饱才香。我王老师经常都说，我们吃过说，吃饱了才香来。吃了嘞，总是高高的。好大一盘，你看。那不王老师家。才去吃饭。我吃点菜，我就不得行，我要吃饭。你两个人吃了吗？卤味了，可能烧了一个多小时，差不多。卤味了，有味了，把你卤味。我吃这样。哎，你把这个腿腿吃嘛？你吃鸭腿腿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有鸭腿腿，吃了不用吃是卤了。他说吃啥是补啥子，我大堆龙大的，你学得会不会？又补多出来了。我本来大腿就吃，那我的大腿更粗，所以说我更不敢吃。咋咋喽？咋咋喽？这都觉得没好喊的噻。他爸爸生出来说，他实习期三个娃儿都是他爸爸洗的多。你看嘛，他绵绵的还乖的是。哎呦，这个人立得很。哎呦，起来了，不能，但有点累。哎呀，宝贝。